我是公务员列车长，那110年9月2号，双南双南的20:09，我们是31次哦，我们都将北燕到树林了。第二，2000800新桥电台这样，拜拜。也31次进油，回去啊，受领了。第二2800新油变成很自强，转胸穿转死里了。那只可惜的是，明天9月3号超多东西的，我真有点难过。9月3号有一卡通是卖。然后又有3000第二组要你明天暂停，鸡蛋豆腐好了，就第二组3002又要在花莲港下船，哎，这次就不跟去花莲，因为预算有限啦，人总是预算有限嘛。然后他决定在台北等他了，原来第二组还蛮开心的，对吧？3001不是那个新宠儿。好了，不管小明干嘛，咱们都要丢我们的。48次树林八号花灯号台东。猴子还有个，猴子还有个这样。天佑2001的人，天佑2005。哎，现在怎样啊？又是那颗。哎，怎么跟我那次一样啊？哇塞，我真的是觉得疯了。怎么跟我那次搭的一样？就是新的猴子还有个这样。天佑2016的人，天佑。2015，48次树林，8次电话单号台东，太有个这样。好，开启正门。那下面干嘛？专门都在电门道具广片，赶快跟自在见。